总的来说，上海大厦它只是一个影子，那具体要说的事情还是关于空间，以及关于空间体验，还有关于影像跟空间的怎么样可以互相融合。这个厅呢比较重要的是，它首先它是一个垂直升高，然后在平面行走，然后又垂直升高再下去这样的一个动线。左边的这条长墙是基本上是关于一个逻辑梳理的，它是有叙事的，基本上讲的故事很简单，在一个下雨的晚上，人物 A 在看雨，然后并展开了空间的思考。右边的墙的所有的视频是关于左边墙的现实回馈。就这次的创作的过程，其实跟我在创作里面的我在行走在各种风景里面是非常类似的，就是我希望我的剪辑过程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，是不断的在跟上一次的自己对话。